县议员李作忠服务地方已有相当久的时间，但是对于民众所陈情的事情都尽心尽力的处理，所以竞选总部成立的当天，涌入人山人海的民众到场支持。而在南投县理事中心会副理事长受赞及后，现场欢呼声不断。期待得胜，旗帜飘飘，横扫千里，所向无敌。十八届甲九龙啊相处一四年，九龙啊会使讲咱草屯中寮啊的服务实在无话讲。希望咱中寮草屯遐时代继续搁连任，我有机会，我有条，咱九龙也有条，我搁继续。一摆委会啊，替咱啊，咱草屯啊，替咱中寮，替咱南投来服务，拜托啊，咱遮草屯中寮，咱遮时代，不论咱怎，爱搁予这吼认真用卡币，予认真来替咱服务。县长林明真不仅肯定李作忠议员为民服务的精神，在草屯及中寮地区都争取了许多建设，也希望李议员能够持续为草屯及中寮的乡亲服务。各位乡亲。你若甲拜托个代志吼，拢甲紧条条啦，拢哦安尼吼，两三工都进来去看看，紧做做啊。所以啊，执行效率啊有够紧诶。伊安尼甲县长逼吼，啊县长就逼咱县长县府个团队啊，做工课效率啊，都提高较好诶。即就是讲啦，咱诶李作忠议员吼，伫后壁吼，都安尼逼条条吼，啊阮无冲袂使，所以哦。好过这样拿架后了吼。县议员李作忠不仅秉持着服务地方的精神，更把乡亲所陈情的事情以最快速的时间处理，而地方建设更是极力的争取。真正感谢吼，啊，今仔大家来甲阿中关心，来甲阿中收听吼，感恩的心啦，感谢恁今仔来吼，再次同款吼，四年的服务精神继续延续吼，恁的小代志都是阿中的大代志吼。阿兄拜託吼，大家繼續給阿中收聽。議長何勝峰肯定李作忠議員這四年來的努力，並希望李議員能夠持續秉持著服務的初衷，繼續服務地方，讓地方更加發展。記者李永勝草屯採訪報導。